漂亮啊！我感觉来到那种大舞台的感觉。对，哇，好多人在演出哎！哇！欢迎大家来到桐庐奢乡民俗运动会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特地从景宁奢乡邀请过来的问邓。哇！哇，这太高了！哇！这有难度啊！你别来！一个，接下来的就是操干，他可以推，可以拉，只要把对方推下凳子就可以了。我跟王冕斗，也就咱俩旗鼓相当了。接下来进行触目扫。接下来是推石嗓，脚不能离开这个石嗓，然后往前进。来吧，来，我抬你，我跟中间抬你。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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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试试。走，来，再来一个。再一个。你怎么把人架过去了？后脚跟。不着急。救命啊！咋不动了呢？走。为什么他们？对，慢慢来，不急。你腿比他长，你怕啥的？歪了，哥。我们不能太快，对，他要斜着，哎，对。可以，都说不出来哪儿疼，哪儿都疼。今天来的都是你们的好朋友，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友情烟花。我们的客栈的原址以前就是峨山的花炮厂，烟花花炮还得了很多大奖。哇，点头之交，我们是君子之交，我们是泛泛之交，知音之交，肺腑之交，心实之交。张大飞，咱俩一组就是泛泛之交。我们想要那个肺腑之交，我们想要那个大炮，拿那个炮的。我咱俩就把君子之交赢了就行，行。有没有直接断交？其实今天特意邀请客栈家族成员来到这里呢，是想请大家帮我们测试一下新的趣味运动项目。如果效果好的话，我们就要把项目加入到明年的民俗运动会当中。形影不离，过杆。嘉宾两两分组，通过沾着面粉的横杆，通过且横杆不掉下即为成功。成功通过且通过高度最低的队伍获胜。那完了，那咱俩这体重咋背呀？感觉这个游戏咱俩不太行，要玩。哥，咱们可以这样呀，我扔起来你，然后我在这儿接。可以，这个好，好主意。我们先看，打个样。那如果迪哥他们准备好的话，他们战术都已经商量好了。当然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有请迪哥。来，我戴个头盔。我顺一下啊。转一下，没有。没有，无实表演，你确定吗？皮哥，这是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啊！王子异，谁带王子异去看病啊？可以，来吧，来，我先试一下重量，来，一起跨，跨，一起跨，一起跨，一起跨起来，跨起来，我干，啊！加油，我们为他们加油。我背你吧，还是？别扔了。背这。小心点啊！你上来啊！我上哪？你走，蹲下走。蹲，
炸！炸！我天哪！炸！耶！扔了我吧，我扔掉。想象好像不是特别一样耶。行，好，那我们有请下一组。我可以背你，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就。你确定你背我能背得动啊？哎，我先试一下。一二三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走。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。哇！哇！哇！很轻松耶。好帅。还有余地，有余地，原来这么简单就能过，请问前面有些人为什么要过那么复杂呢？真是，我们为了过出花，过出花，过出花。杰哥和王敏先上吧，加油！呼声相当高，来吧，我们过来一点，都采用这招了，行吗？走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可以的，还有很大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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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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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下一组，你俩别有压力，我俩过了。好，哇，可以吧，哇，可以，哇，这个好软，加油，加油，哎，腿着地了，腿太长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朋友是喝多了吗？整个人瘫在上面，而且腿在地上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。你朋友纯粹喝多了，腿要抬起来。我怕你太沉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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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缩着腿缩一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，哎，对，就这样。这是过了没过？算算算，也算也算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让杨迪帮我一次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杨迪你帮我啊！好好好，背着还是我朝上？你随便，那我朝上啊！好，一二三，走！好。这个游戏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杨迪。主要是鼻梁子太高，你肯定带着杆下来。我本来都过了。我们孙坚组还可以有次机会，让唐嫣可以跟另一个搭档。OK， 如果过的话就取更好的成绩。可以，我们就像刚刚那样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现在背着，然后背着这样过来。了解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来，你先上来，你先上来，上跳一下。啊！腿得弯下去，腿得弯下去，再弯，再弯，好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哇，这个太难了，再低一点，对，啊，跨腿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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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哇，耶，我可以碰地吗？脚也不能碰地，哈哈哈哈，我们过来了，过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。就我就是想扑过去，今天我们要来很多朋友，都是带着自己的烦恼和困扰，需要我们帮他们解决。我们能解决吗？不能。我们可以试着帮人家解决，对吧？嗯，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自己朋友的特征和标签，大家猜一下是谁。那你先说吧。我这个朋友啊，就是无话可说。我也挺期待是谁的啊。我这个朋友脑回路非常奇特，比如说他给我讲个故事，说他们家小时候曾经去过一条蛇，然后我就说蛇敲门了吗？他就说没有敲。
什么？那什么叫吃了一条蛇？哦，蛇去做客了，就是这样的朋友，就跟你的朋友就是他吧？你应该跟他的朋友能聊得来。你那个朋友是不是我呀？唐唐是谁？一句话介绍一下你的朋友。就是一句话了啊！我那个朋友，我们俩聊天可以从20年前开始聊，一直聊到昨天。不用说了，都知道是谁了。什么叫都知道是谁？曾经在咱们节目里出现过。哦，知道了。下一个是谁？我用一个相声词，大家能猜到。嗯，平啊平啊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一闭，一天儿过去了哈。我那朋友，我们认识了快20多年了，然后我们也都见证了对方的成长与变化。哇，那这个是老朋友了。杰哥的朋友，我这个应该是最像我的一个朋友。最像你的？你的双胞胎弟弟？哪有那么多双胞胎？个性像还是长得像？我就不说那么明显了，到你。我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爱，然后像一个白天鹅一样的。像个白天鹅？范丞丞。那是单纯的鹅。像白天鹅一样的。开门呐！走吧，我去迎宾了。开门呐！来了！来齐了！来了！欢迎欢迎光临 ！Hello。这不是黑天鹅吗？啊，王冕，来啊！上海滩来了，上海滩开国大吉啊！来，我的妈呀，这咋还有上门带鞭炮的呢？这是。哇，开国大吉，新年快乐！哎呀。杨哥，杨哥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好好好 ，Hello， 沈阳哥，哇，他好高哦，我第一次遇到让我有压迫感的女生，最像的，嗯，最像的朋友，嗯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啊，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哇，真的，他真的盘了一条蛇过来的，子夜，哎呦妈呀，欢迎啊，乐乐，哎呀哎呀。蛇敲门来了，哎呀。哎呀！哎呀！蛇敲门没有？你忘了吗，哥？快进来！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。蛇敲门的事儿，我刚才还在给他们讲呢。欢迎啊，乐乐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哈喽哈喽，过年好！过年好过年好！子夜哥，哈喽哈喽，过年好过年好！哥，过年好过年好！姐姐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们朋友要等一会儿吧，因为我朋友他们都在骑马。走吧，我们先进去，大家就先进屋，不是太冷了。走吧，来来来，女生别搞，来来放了放放。谢谢谢谢。怎么样，我这歌打榜还行？你这歌太火了，哥，内地榜第二十五名。哎呀，我还问了你们的房间暖和吗？他们说特别暖，暖是暖的，多暖和呀，这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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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还有行李箱，来先放这儿，先放这儿。啊，这个蛇，你怕？我真的好怕蛇，假成这样你都怕？对，我很害怕，心理上觉得很好害怕。请，恭喜发财，好的，一路上。辛苦了，喝个奶吧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朋友，喝个奶吧。谢谢了，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这个奶可得好好喝呀。哎，坐下来聊吧。是啊是啊，坐吧。坐坐坐坐坐。热水吗？新年快乐。我现在跟你一块录节目或者走红毯，我经纪人都要叮嘱化妆师说粉底要再白一点，它太黑了。那你是跳芭蕾的是吗？对。那你再穿足尖鞋有1.8米了，1.8米多，我的妈呀！是吗？我看看。我就做饭了，这就做饭去了。我来帮忙吧，来吧来吧。我就把那个王冕交给你们了啊。行，王冕他还就想在这儿待着呢。哎，今天正好有个热搜，怎么评价脱口秀央视？哦，我去做饭喽。好多人艾特我呀。
很不容易了，其实他们很不容易。当然不容易了，但我确实看到他们那么紧张，我很开心。你其实你都感觉比他们还紧张，是不是？对，时候就是我有一种就是他们没有演完，我今天还没有收工的感觉。李诞当时一发出来，大概十分钟我就看到了，是吗？那个视频我在抖音还给他评论了，真紧张，太紧张了，肉眼可见的紧张哈。但是反正也我觉得可以了，挺好一事儿。那肯定是好，好事儿，比你那次好。那我那次是我的问题还是大张伟的问题呢？我过来拿水。哎，我觉得你们那里挺好，还有首歌，我觉得歌也挺好听的。我真的是客观，不是为了夸你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尽你们的全力，那当然了，很好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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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哇！我们来点菜，那我就要准备做麻辣香锅喽。哎呦，不错哎！哎呀，好暖和呀，我喜欢。哇，我多少年没吃过麻辣香锅了。看看我在回家，我妈跟我说，她说哎，你要告诉那个叫唐嫣那个，我好喜欢她哦。哦，真的，谢谢。然后我说我好喜欢唐嫣，她演的戏哦。我说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帮我找前明早吧。照片。四川话没有问题，怎么讲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什么？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。没得问题，阿姨。他会开心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我给个兔钱。兔钱。可以，谢谢阿姨支持。此时我觉得应该放一个那个歌。哎呦，感觉来了。哎呦，好像有点感觉了。这歌最好听了。就突然让你回到了剧中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，他唱的。哇。你们俩这缘分可以，我特别感谢杰哥的这首歌，因为他这首歌就给我们这个剧起了助攻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助推的作用。每一次主情节最有感觉的时候，他的歌一出来，马上就推到了顶峰。好听这首歌，好像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，对，有这样的魔力，力量，对，特别有感染力。站在最深摇摆，等着我。哇，好好闻。我搞一个可乐鸡翅，如火如荼的。哇，好香呀，闻到了，非常香。你能搞个鱼吗？我蒸条鱼。好。那个排骨是谁要弄吗？排骨我来炖个汤吧。做饭我是认真的。还行，买的这个算比较新鲜。我是鼻子特别灵，一下就能闻出来。这个油淋鱼，好嘞。好了，我先过去一下。去。谁让你来这么晚？但是我不能怪你，因为你骑着马过来，快马加鞭，拍了大夜戏不睡觉过来，所以我做着饭也得来迎接你。哎，脚步声来了。我听到你的声音了，笑声就是你。我帮你拿。没，我这是送给我的礼物，不是送给你的，不是给我的吗？客栈人送的。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的客栈，然后里面特别温暖，已经有好多朋友在了。嗨，孙坚哥。嗨，你好。孙坚来了。嗨，你们好，不好意思。你好。那个，这是给你们客栈带了一个我在那个福建拍戏的白茶。哦，谢谢。上桌。快点，请坐。杰哥，大菜来了！哦，哇，重口味来了，麻辣香锅到，搁这边吧，打开看一看啊。哇，
像样啊！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好好吃，杰哥啊，香锅好好吃，好香啊！算精彩啊！鱼是谁做的？鱼我做的，看起来就好，非常好，清蒸的，厉害厉害！尝尝老姚的鱼，来，鱼可以，嗯，啊，不错，这鱼好。嗯，这鱼行没？可以的。陶爷，哎，我吃一个你做的可乐鸡翅尝尝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捧场。给哥来一个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都吃完了。好吃。给我来一个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你第一次录综艺节目啊，啊，游刃有余的嘞。哈？游刃有余，哇、哦，可搞笑了！哪有？你不要嘲笑我，好不好？真的好玩。你把洗刷刷唱成了很受伤。这个歌其实是前奏，但我只会这个前奏。你有几句在调上的？我自己很投入，我觉得我的耳朵听出来都在调上。哎呦，咱俩这都同步了，来一看就是好朋友。雨桐，你还有一首对不对？你要先走那首吗？走一走吗？不走了。不走了？为什么？我啊，不走了。因为等一下，他们说那个 T 四七要我们自己做。什么 ？T 四七要自己做？对。所以我现在我要去做提词器，不然我们真来不及。那就背歌词了，你真的是。哦，我们背歌词，你先排。你先走你自己。多大点事儿，你提词器，你有一首歌重要，对，提词器，我们大家想办法。好。因为我们平时的演出都是因为被导演团队保护太久了，结果导致我们忘记了，习惯了啊，原来提词器，我们身上还有导演的团队的这个多重的身份，我们要自己去做。所以但现场你看到那么乱那么多人找谁呢？去哪儿？现在每个人都很忙，去挖谁去做呢？我想一下，没关系，你先走你的歌。提词器，就是说可以把这电视通电，但是没人帮我们滚那个词，对吧？我可以找人帮你做。可以吗？可以找人做吗？你有师傅、找人，你看一下，可以付钱，可以付钱。董哥，你这样很社会哎。没事，没事，董哥，你帮我想，不友好。董哥，你帮我想办法，可以让这个提词机发声，然后你跟我们说多少钱，好不好？你是要顺财的时候可以发声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我们会付他薪水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往下吧。谢谢董哥。搞定了，好，雨桐搞定了，来唱歌。没事，加油。我先打遍伴奏吧。好，我不唱，我们先走遍伴奏吧。好了，乐队老师们休息吧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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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能出去吗？你等会儿，你再等一下。在这儿呢。你等会儿，我唱不唱了？不唱了。弟弟呢？还好吗？嗯。你们想拍是不是？嗯。准备就准备了，不弄。我嗓子也没声了，就删掉这首吧。我当然希望你做那首 solo， 因为那是你一个人的东西嘛。你把你该秀的秀出来，然后。我不是想。不就是旋律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今天嗓，我不是说别的，我今天嗓子。如果不唱呢，只是打。那我为什么要做这首歌呢？嗓子直接后来就已经冒烟了，我唱不了那首歌了，而且我也背不下来歌词了。我不想丢人，不想就这样敷衍我觉得特别一个经典的一个作品，然后让我被这么敷衍的演奏下来唱下来，这件事情不行。那我就果断决定就不做了，这首歌就不做了。
他很执着，他要唱好自己的歌，然后昨天四点多还在那边练歌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应该让自己休息，休息不代表放弃。你不要再练了，弟弟，不要再练了，我们等下四个小时之后。我希望你睡觉去。对，我觉得你们休息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怎么开心怎么弄。所以你不要再给自己加工作量了，饿了不？我点点啥？想吃啥？对啊，大家应该要吃饭。你去休息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想，但是到四点半，好，我们点餐。OK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生气源头是什么？我早上来的时候来这么早，别人就不找我，我拿个果冻不能啊？没有，多一个果冻都没有。就谁啊？就这边的人，乐器的人呢？啊？为什么？没关系的。这样啊？不知道啊。没关系，不要。不用，因为这些小小的点。雨桐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晚上的表演上，好吗？哎，这是你的表演。你不可以浪费在别人的情绪上，懂吗？你明白吗 ？Calm down， 冷静。谁知道你的遭遇和心路历程？只有你在难受，只有你最难受。Calm down。就是，怎么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努力，你就帮我想想一个鼓灯的办法呗。我真的是，哎呀，处于一个非常上头、非常崩溃的状态，血压都上来了。我这边一直就感觉这两根血管啊要炸开，一点都不夸张，就一直在咬着牙深呼吸下去，但是就下不去了。超燃美食季第二季11月5号起每周六22点播出。这个泰国的在我们徽州历史很悠久了，其实我们徽州人就是最早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。对。他们会带到这种踏果做一种干粮，做一种干粮，它的特点就必须要能够保存。一个它用干菜野菜做的这东西可以放很久不会坏，第二个呢它没有油，干烙的便于携带，第三个呢它有肉有菜还有面，那么营养足够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明清时代徽州很发达的时候，商人出门经商他一定会带上这个踏果。其实果这个字在很多的城市的美食里面都会出现，但是每一个做法真的都不一样，意思有变化。这个果是我们中国古汉语的一种比较早的一种对饼的一种称呼，现在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，有的叫果，有的叫饼，有的叫粑粑。像我们北京叫馅饼，四川叫锅盔，雪菜饼，肉夹馍，但意思是差不多，就是一种饼一样东西，或者是面粉做的，或者是米粉做的，或者是油炸的，或者是干烙的，还有馅的或者没馅的，都这样叫。我们徽州语言保持到是古唐的这种用语言习惯和发音，是这样的。有没有直接包辣椒的？不，你开始你要喜欢吃辣，我像这个，我给你加点辣椒进去。这边也爱吃辣是吗？这边爱吃辣。其实我们徽州人，他的菜是重油、重色、重味，是比较偏辣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，因为黄山是个旅游城市，那么来的多的人，江浙沪周边的，他们吃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清淡，所以我们一般的话不会主动放很多辣，就把辣椒买在外面，让你自己随意加这样子。老师，有人这样吃吗？就是我在红豆果上面裹了一层辣椒。哎，那是比较特别的，也可以啊，个人喜好。好吃，巨好吃。你不吃啊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舌头。我要相信一次老肖，在红豆的加个辣的，对，很特别，尝尝看。可能我们就帮你开发了一个新的菜了。是的，也许。不相信我，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舌头。我要相信一次老肖，在红豆的加个辣的，对，很特别。好难吃啊！怎么会？老板不要这样做。
我刚一整个好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一样，我吃了一口我就这样，没，我就觉得好难吃，就是甜不甜，它也咸不咸，也辣不辣的，就是三个特别不配的东西放在我嘴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哇哦，我走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好吃，观众朋友们，相信老肖，回家试一试，用红豆包着辣椒尝一尝。我就喜欢这样吃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这样吃。那我们出发去下一站吧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欢庆美味，冰爽够痛快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来这边走，这边走，我们超然家族的朋友们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好，下一站，桂花一开，南方的秋天就来了。是的。那么天气越冷呢，啊，在南方地区的朋友就非常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酒酿圆子。哦，我们下一站就要去吃酒酿圆子。可以。肖哥有没有吃过酒酿？我们上一次吃酒酿圆子还是在那个圆桌，然后有一棵树挡住了我们的视线，然后这就是我喜欢吃的那种。好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种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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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突然发现弟弟这招真的很好笑，很好笑啊。对对对，金牙神鱼又不乏敷衍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老板好。哎，你好，进来看一下。我们坐吧台吃啊，有那个酒酿味儿了。吃点什么？看一下，我们这边热的有酒酿煮汤圆、煮鸡蛋、红豆啊，小圆子也有，凉的有原味酒酿，口感特别好。原味酒酿，哎，对，我来一份，特别可以试一下。尝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这是啥？这是原味酒酿。为什么是这个造型？对。它为什么中间有个坑啊？让它更好的把这个甜汁渗透出来，更好的发酵。弟弟开发了一个隐藏技能，好爽啊！这个喝起来，一个个来啊，咱们啊。建议美女尝一下这个，有品。这叫翡翠桂花豆花圆子，是豆腐哎，酒酿圆子红豆。哇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酒酿鸡蛋汤圆，蛋在这里那边。哇塞，酒酿饼，酒酿饼，对，桂花糕。哇，好好看，这个好好看，好好看。哇，这个圆子好香啊，是吧？巨香。这个豆腐嫩到一个嫩啊，就跟我一样嫩。老师怎么样？味道还可以？很棒，很棒，因为我喜欢吃热的，对吧？好吃，而且有酒酿的味道。桂花糕，它是酒酿发酵，它特别的松软，也特别的 Q 弹。好吃。嗯，它像柔软时候吃了。它是没有酒精度的，可以尝一下。我试试看。尝一个吧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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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夸张了。那您这家店有没有自己的独门配方？有，就核心的东西在这里呢。这就是酒曲，它是用我们家特色的酒曲花和米粉酿制。是一朵花是吗？它是一种花，一朵粉色的花，哎，把它摘下来晒干以后磨成粉，然后呢再用米粉然后搅在一起，再做成这个酒曲啊。它的老曲，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新的酒曲的时候啊，就会用这个老曲的粉跟新的放在一起，比如说做个几千个，再留个一两百个留出来，等到下一批我们再继续再做它。然后这个酒用这个酒曲啊，然后去把跟这个糯米发酵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徽商故里大酒店，这边这边这边走。哇，这么大阵仗吗？今天好多人啊。我感觉是生日宴，是婚宴，是吧？办了两桌，是吧？办楼上楼下两层，是吧？
请落座，请落座，请落座。哎，咋了？你怎么了？被他绊倒。不要紧张了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最后一站了嘛，对，带大家感受一下黄山的徽菜。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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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叫长盖三宝。长盖呢，它是一个地名，在我们长盖当地啊，这样一句话，叫长盖有三宝：火腿、笋干，还有豆腐角。哦，火腿、笋干、豆腐角。这个是高板香。高板香呢，它是选自我们徽州的火腿。然后，如果咱们觉得咸的话，旁边有面皮也可以。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好嘞，好嘞。这个是皖南红烧肉。哇塞，红烧肉。是徽商臭鳜鱼。那也是臭鳜鱼。这个是我们黄山的一个山珍，叫石耳和石鸡。哇，这个看着很棒。田鸡吗？它是石鸡，是百蛙之王。蛙之王？百蛙之王，它是一种鸡。小不能理解，它叫石鸡，是一种蛙，百蛙之王，不是鸡王。那上面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呢是石耳，石耳呢它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菌类，就像木耳长在木头上，石耳是长在石头上。了解，谢谢。哦，还有，石耳炒土鸡蛋。谢谢，那我们先开动吧。好。哎，我想尝一下这个在就是石头上的。石头上的是吧？哟，石头上的菌类。味道闻起来有点像灰尘的味道，灰尘的味道。你闻是不是灰尘的味道？刚装修完那边的。对，灰尘。你还没装修的房子，毛坯的房子。怎么了，哥哥？它闻起来是灰尝的味道，可是它吃进去是。在，让我尝一下。灰尘的味道，吃进去是灰菜的味道。灰菜的味道。灰。哇，太高了！给手，给手。啊！哦，哇，又来了！哇，又来了！这个是我们鸡西的一道名菜，叫灰腐一品锅，里面有蛋饺，然后豆腐泡，这个都是我们纯手工包制的。哦，谢谢。哇，它的味道深入到蛋饺的每一分每一个每一寸。对，其实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胡氏一品锅。胡氏一品锅。对，就胡氏先生是安徽人嘛，是，就他招待朋友都是用一品锅。就他有一个一品锅是这样的，就是把素菜放到底下，然后再叠叠叠叠叠叠叠起来，就叠很多菜，叠得很高。就是把青菜跟鸡肉的味道串在一起，然后鸡肉跟谁的味道串在一起，互相借助，对对对，其实跟这个菜很像。肉馅儿，外面是一个豆皮儿。哇！就是，当你吃到这么大的肉丸的时候，就是代表过年了。啊，对，真的有丸的，平时真的不会吃那么大块的肉丸。对。哎，关键它是馅儿，你吃馅儿感觉更能过年了。嗯，说到过年，就得提一下我老家那头养一年就杀了只猪。哇！做了好久了都。其他地方的时候就不能吃那头猪。其他地方都。哎，夏老师。哎，那个。哎呀，旁边那个，哎，那旁边那位啊，嗨，嗨，怎你是在你这打扮不对吧？感觉在你这感觉在东北啊，不是在澳门。哎，棉帽、围巾，昨天给冻怕了，太冷了，在北京都没有这么穿过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院长，哎，终于又见面了。昨天上哪儿了？昨天就一顿吃啊。吃的都害怕了。我们两个是一路考察世界遗产啊，一路学习，一路学习。你是一路学习。昨天我们也来这儿了，大三巴。就在这块儿，都给我冷傻了，就感觉那个风就是把知识吹进去，然后把知识吹出去。知识吹到大脑里，要冻住。那个小童，考考他们，我们都学的什么知识？来吧，考吧。
烤吧，来开始了。直接就烤了。第一个问题，有哪些中国元素呀？旁边有两头石狮子啊，对吧？有两头石狮子啊，还有呢？你看这个叫大三巴啊。为什么叫大三巴？哎，你把我第二个给扣出来了。为什么叫大三巴呀？哎，原来呢，这是一个学院，是圣保禄学院，后来呢被烧了，就很像我们中国的牌楼，所以就叫大三巴了。不是，啊？是因为它这个它的那个发音的一个谐音，对吧？粤语。对对对对，接着考着吧，接着考。然后呢，设计这个的人的这个照片，就是图像刻哪儿了？照片刻哪儿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昨天冻住的知识今天都解冻了。哎，刻的人像是谁呀？是这个设计师。设计师是谁呀？设计师是谁？哪儿的人？叫什么？还没解冻，还有一部分在脑子里。在那儿，是他吗？狮子旁边。哦哦哦，就中间那儿是吧？啊。哦。我，贺哥，你的视力也太好了。这又是这，找到了啊，找到了。我们接触了土生葡人。葡人啊。对，我们在一起跳舞，跳土风舞。哦。所有人真的是希望祖国能够越来越繁荣昌盛，怎么能想到我们俩跳舞？想看，我特别越听越想看。真的，你们都发生了什么呀？你们那边？五分钟学会了，而且跳得极度之好。跳舞之间的眼神的交汇已经完全非常的灵动了。我有那么好吗？我真的好呀、哎。那你教我们一下。我们俩跳，给你们展示一下吧。展示一下吧。你们俩小心点，在后面。小彤，只跳一次。学会就学会了啊。你当男的，我当男的。你当我当男的吧。男男的啊，来，我没学过女的呀。我的手要这样啊。好奇怪、啊，你们交谊舞啊？不是交谊舞啊，要有眼神。三二一，走。啊啊啊！转。见过这个啊、哦？好，这真的灵动的要命，是不是？感觉到了，就是吗？不冷吧？还可以了。再说一身汗，对不起，献丑了。真好跳的，跳得好，真的很棒。而且我们是在街道上跳的，对，很开心。很多人吗？很多人。挑了一个这个人比较这个大家休息的时段啊，跳了一下。难道可以直接说没什么？但是很开心啊，就是你看，激动。